大家好，我是小朵。这欠了好久的贝壳了，都还一直没给朋友们发呢。今天咱们就不捉海鲜了，咱们过来好好的捡一场贝壳吧。有看中的可以在下面评论或者私信我都可以。不好意思了，还抓紧啊。哎呀妈呀，很多壳。这边这种太小了，月亮背了，哎，也拿着吧。有喜欢的你们就可以那个评论或者私信我都可以啊。大毛哥壳，看上哪个就跟我说啊。贝壳有的是啊，这边今天单独找了这个贝壳比较多的沙滩啊。喜欢哪个贝壳直接那个在视频里面截图在下面评论给我就可以。哎妈呀，看这很多壳上面，哎，这有肉吗？这没肉呀，上面咋这么多小金螺呢？你看，这没肉你们吃啥的？这个也是这种情况，你看，这不知道的以为这是个活的呢，好多小金螺。前面这是啥？原来是敲死鱼啊！哎呀，都干了都，这好久了都，这还新鲜不新鲜？你看这里还受伤了，鳞都没有了。这看看它这个鱼鳃应该还很新鲜啊，看。这也不知道是好是坏呀，这是福是祸，这是扔了可惜了，不行带回去吧，带回去让我爸看看，你想想他们这些老渔民应该明白。捡了好多贝壳啊，这是垃圾袋，收获了一桶贝壳和这条鱼啊，虽然说不知道是好还是坏，但是也挺高兴的。喜欢小抖视频的可以在那个下方关注我一下，想要贝壳的私信我一下评论一下，谢谢了，回去了。